希克觉得现在巨界是最强的中路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最强。你看希克知道小敏吗？看他又在接单。小敏蛮。大家好，我是明主播。在上一集，我假扮成一个钻石段位的国中生，去下单了希克的陪玩，究竟打了一整把，希克会不会开始怀疑我的身份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希克以前是打辅助的，我记错了。对。对，我以前是打辅助，我在那时候 S1 S2 的时候，很久了啦。那时候哇，你可能只有几岁，国小。对，台湾的第一传说对决第一场国际赛就是我代表台湾出去打的。哦，那时候你的队友是谁？讲出来会有我认识的吗？韦恩、芬达、乔帅、月神，这种双绑阵要拿哪一支比较适合啊？如果辅助的话，所以我选了、啊，我选詹尼尔啊，谁被绑就飞谁啊。像这里的话，令月、卡莉这种手很长的，这两支绑不到你的都很适合。那我绑个令月。这一季那个 GCS 啊，谁会冠军？季前预测，通常我都是要看完整个例行赛我才会预测、啊哦。因为季前的状况不知道，因为你对啊，而且有些例行赛看起来很鬼啊，像那时候闪电狼例行赛看起来是很鬼，但是冠亚赛的时候就没有打得特别好。那有没有特别期待哪一支队伍？除了 MOP， 特别的期待哪一支队伍？就 MOP 啊！我一直都觉得 MOP 很有机会啊。那希克觉得现在 GCS 最强的中路是谁？我觉得还是很守吧，很守还是最强。因为他除了是中路以外，他还是。主控吗？他还是对，他还是主控，能够抠差太多了。你们那边要小心哦，我还没上市。OK， 不控，没事。我生来便注定要做上王。这个艾莉行不行呢？不是啊，重点是他已经，我已经跟他讲悟空在那里，很推。他不是已经知道悟空在那里了吗？怎么还在打呢？他这是什么小？我的，谢谢。让我胜算更大了。我觉得我可以。秦善人，手里剑。没事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我们快走吧。这个兰朵有点烂，这么烂还想抢打野？今天很呛是吧？真的。很惨哦，那个悟空挺惨。都是。没事没事，不要怕。还差。ID， 小心！没事，这悟空也很烂。下课。好辛苦。好了，你看希克知道小敏吗？看他又在接单。小敏蛮喜欢我的。啊，他蛮喜欢你。那你们认识？他都来我影片下面留言。哦，对啊。精确的瞄准。因为我前几天有下他的单。哦，他都打中路啊？那你不是撞到路了？哦，因为我就是叫他那个，我问他怎么玩。哦。手足之情。
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Ultimate. 这不是什么好戏。躲不开的。我可以哦。第五喽。没错。啊，我怎么一直辅助六一三呢？那真是不好意思。下课。对啊，一个辅助打得像 C 位。哇，哎，哎，哎，他往逆向跑，感觉好像还可以抓哎、欸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定可以抓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就好。下面那个场的样子。靠！我死了。这好啊。这好啊。那你有看过小明的影片吗？哪一种？就。说一般的影片是不是？对啊，就一般的。哇，因为我很喜欢，喜欢女朋友，很可爱。我偶尔会看的、啊，我偶尔会看的、啊。嘿嘿，不爱。哇，蛮多呀，倒了。真的很想绑，这艾迪又冲进去，又出来。精确的瞄准，被六爻扇斩下，可以吗？是至高无上的荣誉，可以吧？我，哇哇哇！让我绝望了。对我来了，紧带走，带走，可以，可以，不要不要再看我了，可以，可以打可以打，不要怕，他现在咬你，咬，没错。先回城。教练，我一件事要跟你讲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其实我是小明啊。哦，你是小明啊。对啦。靠背哦。干，我想说声音那么像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有在怀疑吗？啊？你有觉得很像？我是在想说，这个应该不是 A 牌段位吧？我想说，这个应该不是小 A 吧？这个段位应该，哇，你是小米啊？你不要拿我做影片吧？都要找你乱录一下。那我这两场打的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啊。那个赞尼尔，我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是辅助还是 D 位。哦，那主卡那个强凯撒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我还想说会不会第一场绕塞？结果还不是我救起来的。干，你们也来玩这些哦？哎，这不是以前阿亮他们在玩的。当然要找你玩一下。我原本想说，那个几天后找你，一听到你要出国，没办法。哎，可以啦，可以。花儿太阳雨和你，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，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，黄色伴着薯片，和你看电影直到五点。